这个家，可可认识主的话语，生命更璀璨。遇上挫折也不用怕，有家为我遮风挡雨，就是惊喜，一切幻变。有主的爱充满我心田，有你常在我身边。Yeah.
璀璨。
主的话语，相信这在家，今日这个家，我可认识主的话语，生长这在家。在今年呢，我哋青木呢就在暑假的时候去了呢个拉法农庄露营啦。咁喺星空之下呢，我哋就一起唱了呢一首歌。在你的爱，心手不能数算你的爱，日出日落你都看顾我，你手紧紧抓住我，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爱你，我的唯一。你用指头画出这天地，你却顾念我心。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知道你比这更美丽。我钟爱注视你眼睛，因为我知道你拥有我的心。终身不能形容你的爱，终身不能熄灭你的爱。大家一起起身来敬拜。万物歌颂你手所造，你创造真奇妙。在你的爱，心修不能数算你的爱，日出日落你都看顾我，你手紧紧抓住我，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爱你，我的唯一。用指头画出这天地，你却顾念我心。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知道你比这更美丽。我钟爱注视你眼睛，因为我知道你拥有我的心。还有你。但今日我要成为你的见证，因为你的见证是我恩典的出口。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爱你，我的唯一。你用指头画出这天地，你却顾念我心。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要知道你比这更美丽。我
钟爱注视你眼睛，因为我知道你拥有我的心。从前我就是孤独的唯一，独自一人就会意乱迷失，直至我认识了主耶稣，祂的爱对我是比天高。 I was afraid of people, never really believed in myself. People tried to invite me, but I kind of won't stay in myself. But then you set me free, my identity, yeah, you helped me find it. So I'm forever grateful, for you I keep on shining.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爱你，我的唯一。你用指头画出这天地，你却顾念我心。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知道你比这更美丽。我钟爱注视你眼睛，因为我知道你拥有我的心。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爱你，我的唯一。你用指头画出这天地，你却顾念我心。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知道你比这更美丽。我钟爱注视你眼睛，因为我知道你拥有我的心。我钟爱注视你眼睛，因为我知道你拥有我的心。主啊，多谢你爱我哋，我哋今日要嚟宣告，大声咁宣告。大声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不再被捆绑，完全的自由。我要大声宣告耶和华的恩典，神报仇的日子已经来到，请耶和华大的荣耀。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主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主耶和华用高高我，在我以后要相信被爱的人。主耶和华的灵，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主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主耶和华用高高我，在我以后要相信被爱的人。我要大声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不再被捆绑，完全的自由。我要大声宣告耶和华的恩典，神保守的日子已经来到，主耶和华大的荣耀。我要大声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不再被捆绑，完全的自由。我要大声宣告耶和华的恩典，神保守的日子已经来到，主耶和华大的荣耀。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主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主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以后能相信被爱的人。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主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主耶和华用高高我，在我以后能相信被爱的人。我要大声宣告，被掳的得
受得住煎熬，不再被捆绑，完全的自由。我要大声宣告耶和华的恩典，神报仇的日子已经来到，主耶和华大的荣耀。我要大声宣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不再被捆绑，完全的自由。我要大声宣告耶和华的恩典，神报仇的日子已经来到，主耶和华大的荣耀。我要大声宣告被掳得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不再被捆绑，完全的自由。我要大声宣告耶和华的恩典，神报仇的日子已经来到，主耶和华大的荣耀。我要大声宣告被掳得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不再被捆绑，完全的自由。我要大声宣告耶和华的恩典，神报仇的日子已经来到，主耶和华大的荣耀，主耶和华大的荣耀，主耶和华大的荣耀。渴慕你的灵，我渴慕你，渴慕你的灵充满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主，我渴望你灵降临，充满我灵，使我苏醒，宣告你话语，你能力在我生命，让我心心胆胆荣耀你生命。主，我渴望你灵降临，充满我灵，使我苏醒，宣告你话语，你能力在我生命，让我心心胆胆荣耀你生命。我要这一生紧紧跟随，永不偏离你视线，看见你在我身上作为，让我成为极大军队，为你救出这世界，发光发热不惧悔，带着信心我绝不后退。主，我渴望你灵降临，充满我灵，使我苏醒，宣告你话语，你能力在我生命，让我心期胆胆荣耀你生命。主，我渴望你灵降临，充满我灵，使我苏醒，宣告你话语，你能力在我生命，让我心期胆胆荣耀你生命。我要这一生紧紧跟随，永不偏离你视线，看见你在我身上作为，让我成为极大军队，为你走出这世界，发光发热不惧悔，带着信心我绝不后退。我要这一生紧紧跟随，永不偏离你视线，看见你在我身上作为，让我的成为极大军队，为你走出这世界，
发光发热不知畏，带着信心我绝不后退。让我能成为极大军队，为你冲出这世界，发光发热不知畏，带着信心我绝不后退，永远不后退。神，你兴起我哋成为你嘅大军，我愿意将我嘅一生献上，当作活祭，永远去到跟随你，永远去到爱你。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重铸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我哋高举双手，高举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都给你，耶稣，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耶稣，我们跟随你，跟随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主，我们赞美你，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仿佛告诉我们，
在这个复活的主日，全地全地的教会，一个一个的家庭，一代一代都来高举双手赞美我们的神，好不好？当敬拜队带领我们再唱副歌的时候，我们进入灵的里面，我们是其中教会的一员。主啊，你的教会来到你的里面，一个一个的家庭，一代一代，我告诉你，听着，我们愿意一生的跟随你。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主，这个是我们的祷告。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主啊，你配得啊！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主，我们多谢你。主是你的大恩，主从我们在黑暗的里面一家一家地拯救出来。主是你复活的主日，主我们同样，我们一代一代，一个一个家庭都要来到你的殿里面，一心一意地来尊荣你。主，我们愿意一生活出这个荣耀的呼召，作主你的门徒。主要将这个福音带到去这个的世代，带到去一切黑暗的当中。主，多谢你，这个光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主，我们就要兴起发光。主，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主，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家庭的祷告，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主，我们多谢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当你坐低之前，跟你隔离位的说，好开心跟你一起敬拜啊。哇，好开心在我们这个八月最后一个的主日，当我们临开学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的儿青主日。神是说话的神，神向大人说话，都跟小朋友说话。在我们儿童教会里面，有班小朋友，他们从神而来领受他的话语，然后就用图画的形式表达出来，要服侍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请一位小朋友上来做台上服侍。玲玲，带着你的先知画上来，告诉我你从神而来领受了什么。好，介绍俾大家知道你画咗啲乜嘢啊？我画咗一个女仔，因为佢已经做咗，佢已经做咗好事，不过好多人讲佢丑，好多人讲佢做得唔啱，好多人讲佢咧唔靓，所以咧佢就觉得好伤心。不过耶稣讲，你唔使介意人哋，你只要。你我满意你就得噶啦。哦，所以有个女仔做咗好嘅嘢，但系呢啲咧一个一个呢啲咁嘅圈咧，就系啲人喺度讲佢唔好，喺度话佢，喺度取笑佢，咁佢好伤心，就滴咗眼泪出嚟。咁神咧同佢讲唔使伤心，我中意你。我喜歡你就可以了，我覺得你好就可以了。好啊，那今天這幅畫你是要給我們當中呢誰哪位是你下去找吧，你是給哪位叔叔姨姨哥哥姐姐的，誰的這幅畫是誰的？我不認識他的名字，我不認識他的名字。 你走過去，你這張畫給他送，你帶他上台的，請他上台的。好啊，请人飞上台啊，我哋为你祷告。May，你见到幅画你感觉点啊？我都好伤心，都好想喊。你觉得神好明白你系咪啊？好啊，我哋一起为阿May祷告。主，我哋感谢你，主喺个咧好唔容易嘅日子里面，但系你知道，
圣灵咧，你喺我哋嘅当中，你今你嘅医治咧，今日咧要临到阿妹，你话俾阿妹听咧，你明白佢系啊，好艰难，觉得咧好委屈，觉得咧好唔容易，好不被明白。但系神咧，你今日要藉着咧小朋友，你要藉着呢幅先知画，你要咧话俾阿妹听，阿妹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我的医治要临到你，神见到你的眼泪，神见到你的委屈，神的爱今日要来医治你，圣灵要来充满你，要来为你擦干你的眼泪，将一份新的盼望赐给你。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知道，神必应显大能来帮助你，在黑暗的里面，神要紧紧的来拖住你走出这个的阴霾，带你进入光明的里面，带你进入盼望的里面。主，我哋多谢你，赞美你，你系好神，你嘅恩典必与阿妹同在。耶稣，多谢你，我哋期待你嘅作为，期待有一日阿妹喺台上去见证神啊，你点样嚟帮助佢？呢个成为佢生命美好嘅经历，因为神你系信实，你系慈爱嘅神。主，我哋多谢你，赞美你，听我哋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阿妹，感谢主。不单止咧系玲玲，多谢玲玲，感谢主。我哋其他儿童教会小朋友咧都画咗先知画，我请导师们咧带佢哋去到咧神俾你有感动要送俾嘅叔叔、姨姨、哥哥、姐姐当中咧，成为咧我哋嘅祝福。大家收到先知画嘅时候咧，可以问一下小朋友呢个系咩嚟噶？神同我讲乜嘢噶？感謝主，歡迎大家嚟到今日浸滿呢個粉紅泡泡嘅崇拜當中。感謝主，來到今天這個充滿粉紅泡泡的崇拜當中。我想先代表教會咧，歡迎今日有冇第一次嚟到喺我哋當中嘅新朋友，好冇同我揮揮手啊！我們今天有冇第一次來到我們教會的新朋友，可以跟我們揮揮手？揮揮手，有冇新朋友？請跟我們揮揮手，新朋友。好，今日都是我哋嘅舊朋友，好唔好？我哋一齊舊朋友嘅都一齊嚟到去唱呢首嘅我哋家嘅歡迎歌，俾你哋隔離左右嘅一齊聽，好唔好啊？我們啊，舊朋友一起唱歡迎歌。來到我這個家，最親切的家，這家讓我可以缺席分擔。在這個家，六一一這個家，我可認識主的話語，生命更璀璨。遇上挫折也不用怕，有家為我遮風擋雨，就算經歷一切幻變。有主的爱充满我心田，有你常在我身边，温暖甜蜜开心每一天，有你常在我身边，一起发出哭声笑声肩并肩。
同你隔篱嗰个唱。来到这个家最亲切的家，这家让我可以结识分担，在这个家六一一这个家，我可认识主的话语，生命更璀璨。衷心欢迎你来新蕊这个家，六一一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六一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啊，今日咧弟兄姊妹咧，我觉得好特别啊！头先嘅敬拜啊，刚才弟兄姐妹有发现刚才敬拜很特别啊？有冇见到我哋整个嘅敬拜咧，都系咧由我哋嘅青年一手包办嘅？有冇发现我们的崇拜是啊，我们青年一手包办的？仲有我哋嘅儿童啊，有好一队嘅先知队有发预言。那还有我们的儿童有一个先知队来发预言。有冇俾呢一股咧好浓厚、好浓厚嘅啊粉红泡泡好似笼罩住咁样啊？有冇感觉被个粉红泡泡来笼罩着？啊，其实咧唔单止系我哋台上面嘅敬拜队啊，其实不单是我们台上的敬拜队，我哋咧连我哋嘅 PowerPoint 嘅制作咧都系由我哋嘅青年所制作噶。就连我们 PowerPoint 的制作都是由我们青年来制作。啊，佢哋即刻举手，我哋嘅就算揿 PowerPoint 嘅都系我哋嘅儿童。啊，按 PowerPoint 的都是我们的儿童。啊，我仲要咧介绍，其实我哋嘅琴手咧系一个升中二嘅学生嚟嘅啫。我们的琴手是升中二的学生。我哋咧有两个嘅鼓手啊，系咪啊？头先有一粒细细粒嘅喺呢度噶，啊呢度都有，喺呢度啊，佢喺后面噶，佢哋系升小五噶咋？他们升小五而已。啊，真系我觉得咧，啊包括咧整个嘅大敬拜噶，都系我哋嘅青年，佢哋咧最大嘅，其实都系嚟紧升大一。啊，我们的青年最大其实是升大一而已。啊，包括头先嘅 rap 咧，都系佢哋一个礼拜前创作嘅。啊，包括刚才的 rap 都是他们一个礼拜之前创作的。啊，呢个嘅 rap 嘅部分咧，其实系佢哋真真实实嘅见证。啊，就是他 rap 的部分呢，是他们真正的见证。我哋不如借呢个机会，俾少少嘅掌声嚟到去鼓励佢哋啊，好唔好啊？借机会嚟掌声鼓励他们。啊，好感动啊，系咪啊？很感动。啊，我好欣赏佢哋咧，每一个嘅摆上，见到佢哋用心灵诚实嘅嚟到去敬。我们很开心看到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啊，这个是神所喜悦的。这神所喜悦的。啊，我亲眼见证着他们每一个的成长。我亲眼见证他们每个人的成长。啊，但是大家不要错过崇拜之后，记得去后方，现在就是那一堆粉红泡泡青年人坐着的那个壁布那里，包括我们的青年导师坐着的那里，我们有一个新锐幸福宝宝的壁布，啊，让大家看到他们今一个的暑假咧系过得如此精彩噶。啊，在我们后面粉红泡泡旁边的壁报上面呢，有他们这个暑假过得如何精彩的一个经历。啊，见到佢哋咧，确实咧喺神里面嘅嗰份嘅丰足，看到他们在神里面的那一份的丰足。啊，真系咧要为着呢一班嘅儿童青年人嚟到献上极大嘅感恩。我们要为了这班儿童跟青年献上极大的感恩。啊，而顺着啦，我哋咧亦都嚟紧咧要踏入九月啦，好唔好咧？我想邀请咧师母咧。大家都是嚟紧就系开学日啦。我们来到九月就要进入开学日了。系啊，我哋咧请师母嚟到去为着即将开学的孩子们，大孩子同小孩子嚟送上祝福。我们请师母来为我们大孩子跟小孩子献上祝福。我想邀请我哋当中嘅小朋友啦，无论你系乜嘢嘅年纪，喂唔好小朋友啦，小朋友啦，成年人啦，中学生啦，大学生啦，嚟紧九月一号你要开学嘅都起立好唔好啊？我们来迎接九月份即将开学，无论大小朋友都请你们起立好吗？系，总之你嚟紧九月一号要开学嘅。总之你到九月一号，可能你系神学生啦，或者你系呢个进修嘅。无论你是神学生或是进修的，系啦，小朋友咧都一齐起立。小朋友一起起立。系啊，我哋知道咧嚟紧九月一号新学年开始啦。我们知道九月一号新学年要开始。我哋咧可能咧面对咧好多嘅新嘅挑战啦。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新的挑战。新嘅同学仔啦。啊，可以有小朋友。新嘅同学啦，新嘅朋友啦，新嘅老师啦，或者新嘅校长，甚至咧有啲你转校啊，或者你升大学，你升中一、升小一啦。就是无论你是有新的老师、新的校长，你有新的学校，无论你是升大学或升中一或升小一。一个新的环境嘅里边，新的环境里面，我哋咧好需要有咩咧？我们很需要什么呢？我哋好需要有神，我们很需要有神。心心，你系咪升小一噶？升起身啦！心心，你是不是升小一啊？系啦，做咩起立？好啦，咁样咧，我
们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有神跟我们一起。我们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有神跟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举起手去领受祝福，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领受祝福。神啊，我多谢赞美你。神啊，我多谢感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是属于你的。我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是属于你的。我们九月一号开学都是属于你的。我们九月一号开学都是属于你的。神啊，你必与我们同在。神，你必与我们同在。赐下信心，赐我们信心。能力，能力。期待，期待。盼望，盼望。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让我们进入新的环境里面。我们是大蒙恩宠的。我们是大蒙恩宠的。我们能够带着你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能带着你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去学懂每一件事。去学到每一件事情。也都在众人的眼前蒙恩。而且在每个人的面前蒙恩。让我们在新的开始。让我们在新的开始。大大的去经历你。大大的来经历你。你是那个保守我们爱我们的神。保守我们爱我们的神，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壮，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壮，保守我们的灵魂兴盛，保守我们的灵魂兴盛，亦都保守我们同人之间、同权柄之间的关系，也保守我们跟人跟权柄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你里面大蒙恩宠，让我们在你里面大蒙恩宠，让你的让你得着当得的荣耀，让你得着当得的荣耀，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成为你活生生的见证，成为你活生生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多谢师母厚厚的祝福，多谢师母对我们的祝福。神真系咧好爱我哋嘅下一代噶，神真的很爱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咧，我哋嘅牧师师母咧都好爱我哋嘅下一代。所以我们的牧师师母都很爱我们的下一代，好爱年轻人，好爱儿童。很爱年轻人和儿童，所以每年都会在暑假来到去，让我们在每一个暑假的最后一周有一个儿童主日。所以在每个暑假都安排最后一周有个儿童主日，为的就是让我们将我们的孩子呈献给神，当作活祭一样，为了就是把我们的孩子献给神，就当作活祭一样。相信大家刚才都很享受在敬拜的当中，相信大家刚才都很享受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作为青年牧区的导师，我要宣传一下咧，我作为青年牧区的导师，我要宣传一下。我哋嘅青年崇拜嘅时间咧，系每个星期六嘅四点到六点喺希伯伦。我们的青年崇拜时间是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四点到六点在希伯伦。而儿童教会咧就系每个嘅周日咧，我哋十点到十二点咧都系喺希伯伦呢个嘅地方。那我们儿童教会也是每个周日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在早上十点到十二点。接下落嚟咧，我真系要为着咧呢一个嘅感恩，我哋都一同预备我哋嘅感恩。的心咧嚟到去奉献，接下来我们预备一个感恩的心来奉献，用我哋嘅奉献嚟到去回应神，用我们的奉献来回应神。奉献咧系我哋咧对神一个咧好重要嘅敬拜，奉献是我们对神一个很重要的敬拜，亦都系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嘅本分，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本分，蒙福嘅管道，蒙福的管道。神话过咧，只要我哋将当纳嘅十分之一献上，神说让我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佢定必咧会将天上嘅窗户打开倾覆于我哋，他必将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于我们。好冇咧，我哋先为咧献金嚟到去祷告。我们先为我们的献金来祷告。神，我哋感谢赞美你。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今日系你所拣选嘅日子。今天是你拣选的日子。你要兴起你嘅下一代。你要兴起你的下一代。因为有你，我哋嘅生命不再一样。你要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藉住奉献，我哋愿意同神你有更深嘅连结。借着奉献，我们可以跟神有更深的连结。主啊，你的供应让我们从不缺乏。主啊，你的供应让我们从不缺乏。不单止是心灵的，连我们的生活都丰丰足足。无论是心灵的，连我们的生命都丰丰足足。求你悦纳我们每一个微小金钱的摆上。求你悦纳我们每个微小金钱的献上。求你使用。求你使用。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Amen。Amen。试试可以开始收奉献，试试请收奉献。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向你欢呼赞美，神你保护我的每一步，就是我的帮助，我的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向。你是全能。
谢主，感谢主。如果线上的弟兄姐妹，线上弟兄姐妹，你都想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如果你想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你们可以 banking 入去我们中国银行的户口，你们可以 banking 到我们的中国银行户口，或者转数快，或者转数快，记得将你们的收据电邮回去我们的电邮地址，记得将你的收据电邮到我们的电邮地址，让我们的同工都可以为你们预备奉献收据，让我们的同工可以为你预备我们的你们的奉献收据。感謝主，主的供應真的非常之豐足的。感謝主，主的供應非常的豐足。在過去的七個星期的當中，我們有我們的苗圃八福的課程。我們在過去的七個星期當中有我們的苗圃課程。接下來下個星期就是我們的苗圃八福最後一課了。我們下個星期就是我們苗圃八福的最後一課了。就是我們的凡事富足。就是我們的凡事富足。是不容錯過的一課來的。是不容錯過的一課。可以讓我們的經濟更蒙福。可以让我们的经济更加蒙福的一刻。记得大家同样带你们的新朋友来捉住苗圃八福的最后的尾巴了。欢迎大家带着新朋友一起来抓住这个苗圃的尾巴。你都不要忘记来到去扫周报上面的 QR code 来到去做功课。要记得去扫周报上的 QR code 来做功课。眨下眼八月就来结束了，我们踏入九月。八月就将结束，要踏入九月。下星期五就是九月一号。下星期五就是九月一号。亦都是我们的月朔祷告会，也是我们的月朔祷告会。有我们的牧师师母，大家将亲自的来到去牧养我们。那我们牧师师母亲自来牧养我们。大家记得在晚上的七点半到九点来到希伯伦的地方。大家记得在晚上的七点半到九点来到希伯伦。而接下来呢，我都要报告让大家知道，今天呢有我们的 Rema 书房在后面。今天有我们的 Rema 书房在后面。新锐弟兄姊妹是非常之有口福的。新锐的弟兄姐妹非常之有口福。我们当中有姊妹为我们会来预备一个自家制的中秋月饼预售的。我们当中有个姐妹为我们预备了中秋月饼预售的。重点是数量有限，大家今日咧就要去报名咧嚟到去登记啦。重点是数量有限，今天就来报名啦。同日我哋今日咧有现场出售嘅话咧，我哋有我哋嘅JoJo饼房。我们今天还有我们的 JoJo 饼房，有一个咧，亦都系咧自家制嘅手工法式呢个嘅杏仁瓦片啊。OK， 有个手工自家制的杏仁片。不过要小心，因为一开咗咧就停唔到啊呢个瓦片。这个一开罐就停不了。系要成罐食晒先至可以停到噶。就整罐就把它吃光了。系啦，所以咧真系要快啲嘅去后边抢购啦。那请到后面去抢购。今日大家知道系我哋嘅儿青主日。今天是我们的儿青主日。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兒童牧區嘅負責人嚟為我哋分享信息。我們當然少不了我們的兒童牧區的負責人。有我哋嘅戚懷迪加姨姨嚟到同我哋分享信息啊！係我們迪加姨嚟為我們分享信息。因為咧佢咧要帶我哋嚟到去睇今日嘅信息係好特別噶，同兒童亦都同青年亦都同父母講嘅。他今天帶來嘅信息跟兒童、跟青年、跟父母都有關係。喺分享信息之前咧，有我哋嘅容光煥發嘅咪咪姨。咪咪嚟到为我哋分享见证，我欢迎咪咪为我们分享见证。我哋俾啲掌声耶稣，亦都俾啲掌声鼓励咪咪姨姨。掌声给耶稣，跟掌声给咪咪姨姨。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咪咪姨姨，我是咪咪姨姨，系亲爱嘅 Emily 同埋阿贤嘅组员，是亲爱的 Emily 跟阿贤的组员。系啊，从前咧，我系一个好抽离、喜欢我行我素嘅人。以前我是个很抽离、喜欢我行我素的人。因为小时候嘅时候曾经咧被虐打过，因为我小时候曾经经过虐打，心里面咧其实系好多，常常都好多恐惧同埋羞辱。我心里面常常很多恐惧跟羞辱。好驚咧表達自己嘅需要，很怕表現自己的需要，又怕俾人批評論斷啦，又怕被人家批評論斷，覺得咧冇人會認同我同埋明白我嘅諗法。我覺得沒有人會認同我跟明白我的想法。當面對同人相處嘅時候，當跟別人相處的時候，特別係同權柄同埋陌生人，特別是跟權柄跟陌生人，我會選擇逃避，我會選擇逃避，我唔會想同佢哋有深入嘅認識，我不想跟他們有深入的认识。谂翻起初初嚟新锐嘅时候，我回想我刚刚来新锐的时候，我系一个咧逢星期日好嘅，一定会翻教会、翻小组嘅基督徒。我是一个很准时，星期日都会来小组、会来教会的基督徒。但系咧就系觉得自己咧
即系乜都做唔到，那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一事无成嘅，一事无成的，怕错啦，怕错，怕俾人话啦，怕被人家说，咁所以我都系少做少错，所以做唔错，所以我就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就唔好讲咁多嘢，就不用讲那么多了，就唔好理咁多事，也不理那么多事，翻教会听到做好自己就够啦，啊，回教会听到做好自己就好了，记得有一次咧，组长就鼓励我。啊，记得有一次组长就鼓励我打电话咧，关顾一个新嘅组员。打电话关顾一个新的组员，但系到最后咧，我系唔敢打嘅。但到最后我是没有打的。我系不单止，其实我不单止我系一个抽离嘅人啦。啊，不单我是一个抽离的人，其实我嘅孩子都一样。其实我的孩子也是一样。我有两个仔，我有两个儿子。他们都 很怕面对陌生人，他们都很怕面对陌生人和陌生的环境，跟陌生的环境来到新锐之后，来到新锐之后，两个孩子都不愿意回儿童和青年的崇拜，两个孩子都不愿意回到儿童教会跟青年教会，他们很没有安全感，他们很没有安全感，在三年多这段时间，其实他们都是孤独一人这样坐在南岛这里崇拜，啊！这三年当中，其实他们都是孤独一个人住在南岛崇拜。我和我丈夫用了很大的力气，用了很多的方法。我的跟我的丈夫用了很多力气，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办法改变，都没有办法改变。但每次咧见到别人的孩子都很开心咁样翻教会的时候，我每次看到别人的孩子都很开心的回到教会，其实我哋系好羡慕嘅。其实我是很羡慕的。但是无奈地，但是无奈，我哋冇办法改变，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就唯有认命啦，我就只有认命啊，认命，认命，系啊，佢哋愿意翻成人教会、成人崇拜都好过冇啊，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回到成人主日都好过没有，直到去旧年嘅儿童主日，一直到去年的儿童主日。嗰日迪加依依呼召对儿童有负担嘅弟兄姊妹。那天迪加依啊呼召对儿童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我个心咧就突然咧跳动起嚟。我的心就突然跳动了起来。我知道咧系圣灵嘅催逼。我知道是圣灵的催逼。当时我就谂起一个姊妹，佢为我先知祷告。那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姐妹曾经为我先知祷告。佢睇到我咧一家咧都喺儿童教会度。做服侍，他看到我们一家呢都在儿童教会做服侍，其实是很难相信的，其实很难相信的，但是那一刻我就决意要相信我的神是赐福给我的神，可是那一刻我就决意要相信神是赐福给我的神，我就站了起身接受呼召，我就起身然后接受呼召，今天即是这个礼拜刚刚好真的就是一年了，这个礼拜刚刚好就一年，我将这个感动和我的组长和组员分享，我将这个感动跟我的组长跟我的组员分享，他们不断地来到鼓励我，他不断地来鼓励我，迪加依依还特意邀请我，迪加依还特别地邀请我，约见我，约见我，邀请我参加做儿童教会的导师，邀请我参加儿童教会导师的服事，当时我将我的恐惧话咗俾佢听。当时我将我的恐惧跟他讲。喺个见面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很轻松。在见面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轻松。完全冇压力。完全没有压力。因为佢咧冇问我你识做啲乜。因为他没有问我你会做什么。你想做啲乜？你想做什么？你要负责啲乜嘢？你要负责什么？佢只系同我倾偈。他只是跟我聊天。那一刻我就是完全感受到什么叫先关系后施工，那一刻我就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先关系后施工，迪加依依和组长在他们的接纳和鼓励之下，迪加依依跟组长的接纳之下，我终于鼓起我最大的勇气，我终于鼓起我最大的勇气，突破自己的恐惧和自卑，
突破自己的恐惧跟自卑，回应了呼召做儿童教会的导师，回应了做儿童教会的导师。本来我以为呢，去到儿童教会我就一路想要做些什么，做些什么。原本我想到说我回到儿童教会我可以做些什么，但是去到的时候相反，但去到的时候是相反的，我却被这一班小朋友小孩子来到医治，我被这一班孩子来医治。我好几次收到他们的先知话，我好几次收到他们的先知话，这些是我之前收到的，他们每一幅都是鼓励我，安慰着我。这是我之前收到的，他的每一封都是鼓励我、安慰我。我直到昨日都还是收到，我到昨天都还收到，到今日都再收到，到今天都再收到。但每一次呢，这封是昨日的、这一封是昨天的。他说在黑暗中神是会带领我，他说在黑暗中神会带领我。今日的他说真是因为我的相信，天使都挪走了我以往在世界里面被伤害的。今天收到是说天使都会为我来啊，所以神伤害一切安慰我的伤害。好多谢这一班呢儿童和青年，很多谢这一些青年，是因为他们的鼓励和安慰。谢谢他们的鼓励跟安慰。我这个缺乏信心的人，我是一个缺乏信心的人，让我在这里得到很大的支持，我在这里得到很大的支持。他们今天每一个都在这里，他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好想跟你们说，你们每一个都很可爱很独特。我想跟你们讲，你们每个人都很可爱很独特。你们的单纯的快乐，你们单纯的快乐还有接纳接纳，让我可以很勇越来越勇敢，让我可以越来越勇敢。在儿童教会里面我又尝试做司琴，我在儿童教会里面尝试做司琴，真的开始是很多错漏又怕弹错，一开始就觉得有很多 错漏又怕弹错。这位就是我很好的司琴老师，这一位就是我很好的司琴老师。但是整是虽然很多错漏虽然很多错，但是整个敬拜的团队的孩子，但整个敬拜团队的孩子都不断去鼓励我，都不断鼓励我，帮助我，帮助我，让我感到好被接纳，让我觉得很被接纳。我可以能够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我可以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而我每次跟他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每次跟他们敬拜的时候都很享受，都非常享受。当我第一次在儿童教会讲到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在儿童教会讲到的时候，孩子们呢是非常非常热烈地用掌声来到鼓励我，孩子们是用非常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是啊，是比现在再犀利一点的。哇，比现在更厉害。他们那份简单和直接的鼓励，他们那份简单跟直接的鼓励真的触动了我，触动了我。他们每一个呢让我感受到我是很被爱，他们每一个人让我感受到我是很被爱，而且我很知道他们很锡我，我知道他们很疼我。现在见到他们，他们都会特登过来揽下我，跟我打招呼。现在我看到他们呢，现在都和我挥下手，现在看到他们呢，他们都特别会过来抱一下我，跟我打招呼，或挥挥手。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多了很多子女，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多了很多子女。在这个呢这么有爱有信任的家庭里面，这个有爱有信任的大家庭，我的生命慢慢被建立起来，我的生命慢慢被建立起来。我越来越爱教会，我越来越爱教会，越来越投入，越来越投入。每一个礼拜的儿童教会都不是很想错过，每一个礼拜的儿童教会我都 不容易错过，不愿意错过。有一天我突然之间，有一天我突然间，我发现我的儿子都改变了，我发现我的儿子都改变了。因为我去儿童教会服侍，因为我在儿童教会服侍，我的孩子都跟着我每个星期去儿童教会，我的孩子也跟我每个礼拜回儿童教会来到翻崇拜回到儿童教会来崇拜。他现在不但可以稳定咁样翻崇拜，他现在不但可以稳定的来崇拜，他活泼开朗了，他开朗了。
活泼开朗，活泼开朗了。喺暑期嘅寻根活动里面，在暑期的寻根活动里面，我更发现佢一向沉默不语嘅佢，我发现一向沉默不语的他，竟然认识咗新朋友，居然认识了新朋友，真系好开心，真的很开心。佢哋成为咗好朋友，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原来我生命的改变和突破，原来我生命的改变跟突破，我的孩子就会自然来到恢复过来，我的孩子就能自然地恢复过来。关键是我，关键在我。上星期是早几日前，上星期同一家和其他的新锐弟兄姊妹的一家，我们上星期跟新锐其他弟兄姐妹的很多家，佢都有份，我都有份。一班嘅小朋友咧，一齐去玩得好开心。一班小朋友玩得很开心。我个仔仲跟咗其他父母出咗去。我的儿子还跟了其他父母一起出去。佢而家唔再惊啦。他不再怕了。新锐已经成为佢另外一个家。新锐已经成为他另一个家。见证咗我嘅孩子就系大家嘅孩子。见证了我的孩子就是大家的孩子。呢两日咧，我成日不断咁样问神啊，点解我要嚟？你拣我嚟儿童教会做服侍咧？这就是我一直问神，你拣选我嚟儿童教会做服侍。两日之后神就答咗我。两天之后神就回复我了。佢话我知道你好中意玩。我知道你很喜欢玩。太少人玩得唔开心。太少人玩得不开心。要一大班人。要一大班人小朋友同我玩先开心嘅。要一大班小朋友跟你一起玩才开心。所以今日能够企喺呢度同大家分享。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全是神嘅恩典。全是神的恩典。同埋佢嘅奇妙带领。还有他的奇妙带领。将一切荣耀颂赞归俾我哋嘅。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神。阿门。多谢咪咪。容光焕发的咪咪系嘛，非常之好啊！呢个嘅形容，谢谢容光焕发的依依，咪咪依依。啊，咁谢主，欢迎大家咧嚟到儿童教会，唔系呢个儿青主日。感谢主，欢迎大家来到儿青主日。系啊，我当咗呢个系儿童教会。大家坐定定咁样，我当这里是儿童教会。啊，今个其实咧每年咧，牧师师母都好爱咧儿童同青年。牧师师母很爱儿童和青年，所以咧每年咧都会将咧八月最后一个礼拜咧嚟定为咧儿童青年嘅主日。每一年都会将八月的第一个礼拜定为儿童主日。我喺度暗暗同大家讲，点解佢哋两个咁锡儿童同青年啊？我悄悄地跟大家说，为什么他们这么疼儿童和青年呢？因为阿啲卢牧师是青年牧区的鼻祖，因为阿啲卢牧师是青年牧区的鼻祖。Loretta 师母是儿童教会的叫咩啊？元老。Loretta 师母是儿童教会的元老。啊，佢哋舞堂的青年牧区咧系创于阿啲卢牧师的手啦。儿童教会咧最早期的时候咧，第一批的导师其实就是师母在当中。阿丁努牧师是母堂的青年大军的鼻祖，然后师母也是儿童教会的创始人。是啊，所以呢他们两个是特别的爱儿童青年的。所以他们特别的爱儿童和青年。所以新锐呢秉承了这个优良的传统。所以新锐秉承了这个优良的传统。每年的儿青主日呢，其实是牧师师母很想给一个平台呢，我们的儿童和青年人。每年的儿青主日，牧师师母很想给我们的青年和儿童一个平台。更加重要的呢，更加重要的就是这里要发放神对下一代的信息，就是要发放神对下一代的信息。但是今年呢要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很特别、哦、今年要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很特别。神启示我们呢，不是呢对儿童和青年讲那么简单。神启示我们不单只是要对儿童青年讲这么简单。刚刚呢咪咪依依的见证呢已经话到给我们听呢，今年神要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刚刚咪咪依依的见证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年神要对我们看见什么。原来要我们的儿童青年人发光，改变生命恢复最大的关键是谁啊？让我们的儿童青年改变最大的最大的是谁？影响最大的是有人说是父母。其实我真的很想说是妈妈。
是我们的父母。我最想讲的是妈妈。系啊，妈妈咧影响孩子咧真系好深噶。妈妈影响孩子很深。嗱，我知道我爸爸有啲妒忌嘅眼光咧望住我已经。我知道爸爸们有些妒忌的眼光来望着我。但系真系好抱歉啊，爸爸，歌都有得你唱啦。但是真的很抱歉，爸爸们。系咪啊？世上只有妈妈，有妈的孩子像个咩啊？宝嘛，你都冇办法噶。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所以咧，妈妈对孩子嘅影响真系好深嘅。所以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的深。大家从 Mimi 姨的见证你听到的，她恢复了，她的孩子就突然间改变了。刚刚 Mimi 姨的见证就是她恢复了，她的孩子就突然改变。所以今个的儿青主日呢，所以这个儿青主日，神定义要我们每一个妈妈都恢复过来，阿们。神定义要让我们每一个妈妈都恢复过来，阿们。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圣经里面有一个被恢复的妈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圣经里面有一个被恢复的妈妈，她的名字叫做哈拿，她的名字叫做哈拿。哈拿的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的里面。哈拿的故事记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面。听我讲一讲哈拿的故事了。听我讲哈拿的故事。哈拿呢，这个故事发生在以法莲山地。这个故事发生在以法莲山地。在以法莲山地里面有一个以法莲人叫做以利加拿。在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以法莲人叫做以利加拿，他有两个老婆，他有两个老婆，一个叫哈拿，一个叫哈拿，一个叫比利拿，一个叫比利拿。啊，谂都谂到之后嘅故事系点啦？想都想到以后的故事是什么。中国嗰我哋呢啲苦情戏咪成日都做嘅，我们中国的苦情戏经常做。比利拿有仔女啊。比利拉有儿女，哈拿冇啊，哈拿没有，咁都谂到哈拿会点啊？那都会想到哈拿会怎么样？哒哒哒哒哒咁啊，系咪？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啊，比利拉就肯定成日哈哈拿啦，比利拉肯定会经常去，所以佢叫哈拿啦，哈利啊拿咁样系咪？就是欺负你啊！啊，特别咧喺每逢咧以利加拿上去咧献祭嘅日子，每逢以利加拿上去献奉的。要分祭肉啊，要分祭肉啊，同中国人系咪好似啊？和中国人是不是很像？要分猪肉噶嘛，系咪？要分猪肉，就系咧呢个嘅激嘅最高峰啊！就是这个最高峰，因为比利拿同佢嘅儿女就分到祭肉啊。因为比利拉和他的儿女就有分到鸡肉，系咪啊？分猪肉啊嘛呀，有分到猪肉。咁我相信咧，比利拉就会拎住啲猪肉同哈拿讲：，你睇下我仔女嘅，我仔女嘅，我仔女嘅。我相信比利拉就会去到哈拿面前，看看，这是我儿女的，我儿女的。哈拿呢？哈拿呢？系大家都以为佢冇，系咪啊？大家都以为他没有。但系其实咧，以利加拿好爱哈拿。但是，其实以利加拿很爱哈拿，佢将咧双份咧俾哈拿，他将双份都给哈拿。但系哈拿满足吗？但是哈拿满足吗？哈拿都系唔满足，哈拿都是不满足的。佢喺呢个被激嘅里面，激到咧真系咧好唔开心。他在这个被激动的地方很不开心，就好似呢张图片咁样，就好像这张图片一样。哎呀，好受苦啊！很愁苦。圣经话佢咧被激动到咧喊到唔食饭啊！圣经说他被激动到哭得不吃饭。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哈拿好受苦啊！嗬，哈拿很愁苦啊！我想问你，点解佢咁受苦嘅？我想问问，为什么他会这么愁苦咧？俊如举手。我哋呢个真系儿童教会嚟噶，我哋啲小朋友即刻举手。我点解啊？为什么咧？系啊，哈拿冇仔女就俾人激啦，系咪啊？咁点解冇仔女就会咁俾人激嘅咧？阿黄又明又举手啦。我女人系负责生仔嘅，负责生孩子。好，黄玲欣点解咧？黄玲欣。好有名，好有用啊！好名哇！大家羡唔羡慕我哋嘅孩子啊？大家羡慕我们的孩子吗？儿童教会系咪教得好好啊？儿童教会是不是教导得很好？又主动又踊跃系咪啊？又主动又踊跃。所以有孩子嘅要带去边度啊？所以有孩子的要带去哪里？梗系带去儿童教会同青年牧区啦，系咪啊？儿
童教会和青年牧区，一啲叫植入式广告，这些叫做植入式的广告。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有孩子嘅，记住带佢嚟老婆。所以记得你身边有孩子要带来我们儿童教会跟青年。啊，哈娜咧嘅愁苦点解咧？哈娜的愁苦是为什么呢？我想借咧阿妹今日个福先知话，我想借阿妹的先知话。你睇下神几好，神将今日嘅主题咧系先知话已经让我哋见到。神将今天的主题让先知话就让我们看见。哈娜就好似咧依幅画里面嘅依个女士咁样，哈娜就好像这幅画呢个画里面的女士一样。睇到吗？使唔使我褪前啲？大家有看到吗？依张凳有罅，哎呀跌咗，系得。好，哈娜咧就好似依幅先知画里面依个女士一样。哈娜就好像先知画里面这个女士一样。点解受苦呢？为什么愁苦呢？因为身边太多世俗嘅声音、世界嘅价值观咧包围住佢。因为身边很多世俗的声音、世界的价值观包围他。就好似啱啱咧，我哋嘅孩子嘅回应一样。就好像刚刚我们孩子的回应一样。世界嘅对女人嘅价值系乜嘢嘢咧？声音包围住佢。世界对女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声音包围她。女人一定要生仔的，女人一定要生儿子，不生仔没用啦，不生孩子是没有用的。为什么你生不出的？为什么你生不出来？是不是犯罪呢？是不是你身体有问题呢？是不是你的身体有问题？都叫你要养好你的身体的啦，都叫你要保养好身体啦。啊，生不到啊，生不出来。中国人传统嗰啲甚至讲啊，系咪上前世做咗啲衰嘢啊？中国的传统讲，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不好的事？你系一个不祥人嚟噶，你是一个不吉祥的人。你睇下，神都唔祝福你。看看神都不祝福你。你见唔见到啊？哈娜被呢啲充斥住啊！有没有看见哈娜被这些声音包围着？我相信就算冇比利拿，佢一样受苦。我相信就算没有比利拿，他都一样的愁苦。比利拿只不过系一个角色，将呢啲嘅说话更加重啫嘛。比利拿只是将这个加重，但系世俗嘅眼光咧，但是世俗的眼光咧，包围住哈娜嘅整个嘅成长，包围着哈娜的整个成长。哈娜觉得系啊，我就系咁咯。哈娜觉得对啊，我就是这样，我就系冇仔咯，我就是没有孩子。俾我个仔，我咪好啲咯。给我一个儿子，我就好啦。系啊，俾我个仔，我就唔使喺呢个嘅困局嘅里面啦。给我一个儿子，我就不需要在这个困局里面。哈娜同样跌入喺呢个世俗眼光嘅困局嘅里面。哈娜同样跌入在这个世俗眼光的困局里面。佢整个嘅眼目聚焦就系我要有一个孩子。他整个眼目都聚焦在我要有一个孩子，有一个仔我就有价值了，我有孩子我就有价值，是不是很苦啊？是不是很苦啊？可能大家说给个仔哈娜这样就行了，可能大家会说给他一个儿子就可以了。大家你觉得哈娜有个仔之后会不会好一点？大家觉得哈娜有一个孩子之后会不会好一些？其实有了个仔之后，其实有了这个孩子之后，这些的声音都一样包围他的，这些声音同样会包围他。你个仔咁渣嘅，你唔识教喎。你的儿子这么差，你都不懂得教。你个仔咁瘦嘅，你有冇煮饭俾佢食啊？你儿子这么瘦，有没有煮饭给他吃啊？吓，佢咁大个食三安奶？咩嘢？他那么大了还吃那么少的奶？他这么大了还只吃三安的奶？系啊，你呢个妈真系唔得啊！这个妈妈真的不行。你喂人奶啊？你喂人奶啊？你够唔够营养噶？你够不够营养啊？吓，佢读边间学校啊？他读哪一间学校？啲 banding 咁低嘅学校，这些 banding 这么低的学校，你带佢去补习啦。你要带他去补习呀？那依间补习社唔得嘅嗰间啦，这间补习社不行啦，要去那一家。升中啦，你帮佢跑咗几多间学校啊？升中啦，你为他找了多少间学校？试咗几多间直资啊？试了多少间的直资？你要做功课噶，你要做功课的。而家啲 portfolio 唔系纸质噶啦，现在那些 portfolio 不是纸质，要拍电影噶，要拍电影。你识唔识剪片啊？你懂不懂得剪片啊？上啲班。整靓佢个 portfolio， 要上一些班，搞漂亮一点。妈妈有冇同感啊？妈妈有没有同感？呢啲声音系咪全部围绕住你啊？这些声音是不是完全围绕你？原来呢啲嘅声音迫使哈娜，迫使我哋每一个妈妈嘅眼睛
端住我哋嘅孩子。原来这些声音逼得哈娜，还有我们每一个妈妈都要我。我带咗我个孩子嚟啊！我带了我的孩子来。全部嘅眼目摆晒落呢个孩子度，全部眼目就放在这个孩子这里。所以妈妈，当个仔一出世嘅时候，我哋好似就同个仔自动捆绑埋一齐一样。所以当孩子出世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妈妈就自动跟这些孩子绑在一起。佢嘅光荣系你嘅光荣，他的光荣是你的光荣。佢嘅不闪佢唔掂嘅就系你嘅唔掂。他不行的地方就是你不行的地方。有冇认唔认同啊？认唔认同啊？所以就系因为呢啲嘅声音，佢我哋做妈妈嘅眼光就一直死死盯住喺孩子嘅身上边。就是因为这些世界的声音，我们妈妈的眼光全部盯在孩子上面。由阿仔出世开始。由孩子出生开始，你已经冇自己瞓觉嘅时间噶啦。你已经没有自己睡觉的时间啦。不停照顾佢，不停地照顾他，帮佢，帮他每一个嘅衣食住行，每一个衣食住行，佢嘅品格，他的品格行为，佢嘅翻学放学，他的上学放学，佢嘅衣着，他的衣着，甚至佢屙咩 bubu v 咩尿尿 vv， 你都要好注意。甚至他的便便、他的尿，你都要注意，系咪啊？是不是啊？当我哋咁。夹住个仔，夹住个仔，夹住个仔，乜嘢都围住呢个小朋友嘅时候，当我们一直这样盯着这个孩子，盯着这个孩子，什么事情都围绕他的时候，不经不觉，自己都唔发现嘅情形底下，自己都不发现的情形底下，我哋就成为咗创世纪里面三章十六节里面所讲嘅嗰样嘢。我们就成为创世纪三章十六节里面所讲嗰样嘢系乜嘢嘢咧？那件事是什么咧？可唔可以请 PPT 打个经文出嚟啊？请 PPT 打经文。咦，有冇啊？创世纪三章十六节里面话：你必恋慕你嘅丈夫，你必恋慕你的丈夫。原来喺咒诅之后，女人受嘅咒诅咧就系恋慕丈夫。原来在咒诅之后，女人所受的咒诅就是恋慕丈夫。恋慕系乜嘢嘢呢？恋慕是什么咧？就好似一只大怪兽咁样夹住佢，就好像一只大怪兽一样盯着他。360度无死角咁样夹住佢，360度无死角地盯住他。喺创世纪里面话，你个女人会360度无死角咁夹住个老公。在创世纪里面说，女人会360度盯住她老公。原来到孩子出世嘅时候，阿妈就360度无死角咁夹住个仔女。原来当孩子出生之后，妈妈就360度地盯着她的儿女。好似只大怪兽咁啊！好像一只大怪兽。呢只怪兽就叫做怪兽家长。这个怪兽就叫做怪兽家长。所以报纸话我哋怪兽家长系有圣经真理噶，系咪啊？所以报纸说我们是怪兽家长是有圣经真理。但系你知唔知道怪兽好痛苦啊？但是你知不知道怪兽很痛苦？我想问一下在座呢啲妈妈有冇凑小朋友嘅时候凑讲到个我好辛苦啊？我想问一下在座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照顾孩子的时候会说我很辛苦？特别系话个闹个仔女嘅时候，特别是骂你的儿女的时候，你有冇见到阿妈好辛苦？你生性啲啦，仔生性啲啦，女。你会说争气一点啊，儿子争气一点啊，女儿。阿妹嘛，系咪都系咁啊？阿妹妈是不是这样？原来我哋成为怪兽，我哋好辛苦啊！原来我们成为怪兽，我们很辛苦。点解咁辛苦啊？为什么会这么辛苦？因为呢个360度嘅怪兽跌入一个咒诅嘅里面啊！因为这个360度的怪兽跌入一个咒诅。个咒诅就系喺诗篇里面所讲嘅。那个咒诅就是在诗篇里面所讲的。好，我嚟打诗篇16:4嚟睇下。我们看诗篇的16:4。好唔好？我哋一齐嚟读出嚟啊！我们一起来读出来。红色嗰句就得啦。红色那一句就。预备，1、2、3，一起。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呢个360度嘅围绕，这个360度的围绕，眼睛盯住，眼睛盯住，我哋嘅孩子已经成为我哋嘅神，我们的孩子已经成为我们的神。我哋思念我嘅孩子多过思念神，我们思念孩子多过思念神。喺我嘅脑里面，孩子出现嘅次数频密度多过神。在我们的脑里面，孩子出现的频密的次数多过神。当有一件事情发生嘅时候，我第一个谂到嘅要解决嘅要帮助嘅就只有我嘅孩子。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要解决的就是我的孩子。好事实噶，很事实。我做儿童教会嘅，我做儿童教会的。我其实真系见好多嘅爸爸妈妈咧，未结婚之前或者拍紧拖，啱啱新婚都好爱主嘅。我看见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结婚之前，或者是谈恋爱之前，都非常的爱主。但系一
孩子一出世，但是孩子一出世之后就冇办法翻教会，就没有办法回教会，就停服侍，就停服侍，甚至咧连自己咧。嗰啲翻教会嘅时间、小组嘅时间，全部都冇晒，甚至连自己回教会的时间、小组的时间都全部没有了。同组长讲，跟组长说，我冇办法啊，佢要食奶啊嘛，我带唔到佢翻嚟啊。没有办法呀，他要吃奶啊，我没有办法带他回来啊。哦，好啊，咁等到佢一岁啊。好啊，那等到他一岁、啊。哎呀，佢一去到一啲密封诶，即系啲大声嘅环境就喊噶啦，翻唔到嚟啊。他一听到这些大的啲啲人的声音，他就会哭，回不了。是不是我是不是都是这样，我再大一点他有很多兴趣班，我回不来了。是不是这样，再大一点他有很多兴趣班也不能回来。带着个小朋友怎么开组，哎呀，我连小组长我都不做了。带着孩子怎么能开组呢，我连小组长我都不想做了。神道听不到了，但是听到那些早教课程了。陈导不能听了，但是早教课程可以听。回不到崇拜了，但是 pay group 可以去很多个。回不了崇拜了，但是 pay group 可以去很多。有冇发现系事实啊？没发现是事实。孩子成为我哋嘅核心，孩子成为我们的核心，成为我哋嘅神，成为了我们的神。我哋嘅愁苦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多，越嚟越多。我们的愁苦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系弟兄姊妹，但是弟兄姐妹，我想讲嘅，我今日集中喺度讲怪兽嘅妈妈。我今天集中在这里讲怪兽的妈妈。但系其实唔净系妈妈系怪兽噶。但是其实不单只是妈妈是怪兽。乜嘢叫怪兽啊？什么叫怪兽啊？眼目只盯住一样嘢，360度围绕忘记神嘅嗰啲就系怪兽。眼目只盯着一件事情，360度围盯着他的，这就叫怪兽。没冇神嘅生命里面冇神嘅，生命里面没有神的就是怪兽。嗰样嘢多过神噶，都系怪兽。那一件事情多过神的都是怪兽。譬如我哋望住钱360度围绕我哋就系钱嘅怪兽。比如我们360度盯着钱，钱就是我们的怪兽。孩子们，我哋望住我哋嘅手机，望住我哋嘅游戏机打机嘅，360度围绕嘅冇神嘅，原来我哋都系打机怪。孩子们，我们360度盯着我们的手机，我们打游戏机，没有神的，这些都是我们的，有那个手机也是我们的游戏怪。弟兄，吓，可能我哋拎住我哋个电话喺度拨拨拨拨拨，全日都喺度睇。啊，我老公今日唔喺度，喺度睇钓鱼嗰啲，佢都系呢个嘅短视频怪兽。弟兄们，我们拿着手机这样刷刷刷刷，可能有些人是刷那些钓鱼的，但是那也是他的怪兽。所以我哋每一个都会落入怪兽嘅困局里面噶。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落入怪兽的里面。我哋都会受苦噶。我们都会愁苦。所以我哋今日咧听完之后，唔好再去笑你嘅阿妈，笑你嘅太太，咦，你怪兽家长啊咁样。所以我们今天听完之后，不要笑你的妈妈，笑你的太太是怪兽家长。因为我哋都会变成怪兽，阿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怪兽，我哋都系怪兽啊。我们都是怪兽，我哋都需要出路，我们都需要出路。我哋都需要改变，我们都需要改变。特别系儿童青年，特别是我们的儿童青年。好想同你讲，点解妈妈会咁样变成怪兽咧？很想跟你们说，为什么妈妈会变为怪兽咧？其实妈妈唔想噶，其实妈妈不想的，妈妈都好痛苦噶，妈妈都很痛苦。只系妈妈太爱你哋啦，只是因为妈妈太爱你们，呢份爱扭曲咗，这一份的爱扭曲了，让自己陷喺痛苦嘅里面，让自己陷在痛苦里面，亦都让你哋跌喺咧一个压力嘅当中。让你们跌入一个压力当中。所以我哋做孩子嘅，做青年人，今日听迪加姨讲落去嘅时候，所以我们作为孩子，作为青年人，我们今天听迪加姨讲的时候，你唔系指责你嘅妈妈，你不是指责你的妈妈，而系你帮妈妈，而是你要帮妈妈，你帮妈妈变靓，帮妈妈变漂亮，帮妈妈好似咪咪姨咁样变得容光焕发，帮助妈妈变得好像咪咪姨一样容光焕发。因为我接住落嚟就讲变靓嘅方法啦，因为我们接下来就会讲从怪兽变人嘅方法，从怪兽变成人的方法。所以孩子们青年们竖起耳仔一齐听，好唔好？所以孩子们，青年儿，我今日嘅讲题叫正，不再怪兽，不带愁容。我今天的讲题就叫赞，不再怪兽，不再愁容，正唔正？正，好唔好？我哋一齐咧嚟到学点样唔好做怪兽。我们一起来学怎样不做怪兽。怪兽变人第一步。怪兽变人的第一步。好，眼目归正，不再怪兽。眼目归正，不再怪兽。好唔好？我哋一齐嚟读撒母耳记上嘅。8-18节，一章8-18节。我们读撒母耳记上一章8-18节。好唔好？我哋一齐嚟读，预备，1、2、3，一起读。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
不吃飯，心裡愁悶呢？有我不比十個兒子還好嗎？他們在示羅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來，祭司以利在耶和華殿的門框旁邊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裡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禱耶和華，許願說：萬軍之耶和華啊，你若垂顧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賜我一個兒子，我必使他終身歸於耶和華，不用剃刀頭。我要聽到孩子的聲音喎，第十二節，預備，一二三。哈拿在耶和華面前不住地祈禱，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來哈拿心中默禱，只動嘴唇，不出聲音，因此以利以為他喝醉了。以利對他說：你要醉到幾時呢？你不應該喝酒。哈拿回答說：主啊，不是這樣，我是心裡受苦的婦人，清酒濃酒都沒有喝，但在耶和華面前傾心吐意，不要將婢女看作不正經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動，受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說：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願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說：願婢女在你眼前蒙恩。於是婦人走去吃飯，面上不再帶愁容了。阿門。哈拿咧變人嘅第一步係乜嘢咧？第九節。哈拿變人的第一步，第九節。其實哈拿自己都唔中意自己咁樣喺呢個受苦嘅裏面。其實哈拿自己都不喜歡自己在這樣的愁苦裡面。就好似我哋啲阿媽一樣，我都唔中意自己咁嘅樣。就好像我們的媽媽們一樣，我們都不喜歡自己這樣。咪咪唔中意自己咁孤獨。咪咪不喜歡自己這麼孤獨。所以第一步哈拿係點樣咧？所以哈拿第一步是怎樣咧？第九節話佢就站起來。第九節就說他就站起來。站起來嘅意思即係屬靈嘅生命裡面佢要起身啦。站起来的意思就是属灵的生命，他要起来，唔好再困喺有仔冇仔嘅呢个位置上边啦。不要困在有孩子没有孩子这个位上。佢站起身去边呢？他站起来去哪里呢？去耶和华嘅殿嘅当中。去耶和华嘅殿中。当佢呢一个动作一起身嘅时候，当这个动作一起身的时候，第九节里面话祭司以利喺耶和华的殿嘅门框旁边。第九节里面祭司以利。在耶和华的门框旁边，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有个捞字的，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有个捞字，就是呢哈拿一站起身，就是哈拿一站起来，祭司就在那里供职的，祭司就在那里供职。有没有看到神几咁想我们从自己的怪兽里面起来、啊、有没有看见神多想我们从自己的怪兽里面起来？原来当我们知道哎呀有问题啊，原来当我们知道有问题啊，找神，找神，神就在那里了，神就在那里。所以当哈拿去到神的殿的时候，所以当哈拿去到神的殿的时候，他神发出的祷告，向神发出祷告，我们就知道哈拿的眼目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就知道哈拿的眼目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看下去第十节，我们看下去第十节，第十节哈拿就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第十节哈拿就来到耶和华面前，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佢嘅祷告系乜嘢咧？他的祷告是什么？一开始就话啦，一开始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咧，呢度系圣经第一次对神嘅咁样称呼。万军之耶和华是圣经第一次对神的称呼。呢句嘅意思系乜嘢嘢咧？这句意思是什么咧？就系话统管万有嘅神啊！就是统管万有的神啊！你系呢个世界嘅大元帅啊！你是这个世界的大元帅。你系天上地下嘅统管者啊！你是天上地下的统管者。你系最大嘅嗰个。你是最大的那个。你有冇见到哈拿嘅眼睛？你有没有看见哈拿的眼睛从望住呢个 BB？ 我有啊，冇啊，有啊，冇啊。从望着这个 BB， 有啊，没有，有啊，没有。向上望，向上望，望住创天造地嘅主，看着创天造地的主。神啊，你系最大嘅嗰个啊！神啊，你是最大的那一位。我终于见到最大嘅嗰个啦！我终于见到最大的那一位啦！接住佢就同神讲：神啊，你垂顾我啊！接着他就跟神说：谁啊，神啊，你垂顾我啊！垂顾嘅意思即系话你。见到我吗？你见到我吗？垂顾的意思就是你看见我吗？看见我吗？眷念我啊！你眷念我呀、啊？眷念点解啊？眷念怎么解？眷念就好似攞住支 marker 笔咧 ，highlight 笔咁样 highlight 佢。眷念就是好像拿着一个marker 马卡笔这样 highlight 它重点。系啊，重点佢。重点的标记。所以哈拿就同神讲：神，你见到我，你画低我啊！
所以哈拿就跟神说：你看见我，你画下我。你看到吗？其实哈拿正是求神，求创造的主看到我，看到我。你看见吗？哈拿只是求创造天地的主看见我，看见我。哈拿的人转变了，哈拿整个人转变了，不是世界的声音包围他了，不是世界的声音包围他，而是只是求神啊，你看到我就够了，而是求神啊，只要你看见我就够了。记不记得刚刚那幅先知画？记不记得刚刚的那一幅先知画？玲玲讲什么啊？玲玲讲什么？这些的声音神话你不用听的，我说你好就得了。原来神说这些声音你不用听的，只要我说你好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哈拿的祷告啊，这个就是哈拿的祷告。神啊，我有你就够，你见到我就够了。神啊，我有你就够了，你看见我就够了。因为你见到我的时候，你要赐给我一个儿子又得。因为你看见我的时候，你赐给我一个儿子又可以。几时赐都得，什么时候赐都可以。如果你不赐给我，我都 OK 的。如果你不赐给我，我都 OK。你如果赐给我呢？如果你赐给我，这个仔都不是我捉住的。这个儿子都不是我抓住的。十一节最尾话，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十一节最后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有没有见到哈拿的眼光完全不一样啊？有没有看见哈拿的眼光完全不同？从盯住个仔是他的价值。从盯着他的儿子是他的价值，到他的价值在神的里面，到他的价值放在神的里面。神有你我就够了，神啊有你我就够了。你给我一个仔我都献回给你的，你给我一个儿子我都献给你。孩子不是我的核心，孩子不是我所重视的，孩子不是我的核心，孩子不是我所重视的。所以当哈拿一做完这个祈祷，当哈拿一见到神的时候，所以当哈拿做完这个祷告一看见神的时候，这个就叫乖啊，这个就叫归，从世界的声音归翻去神的里面，翻翻去原创的当中，从世界的声音归回原创神的声音当中。哈拿就轻松了，哈拿就轻松了。阿以利同佢讲，神听到你的祈祷噶啦。以利跟他说，神听到你的祷告了。哇，松晒，哇，整个人放松了。松到点样啊？松到什么样呢？最尾圣经里面话佢，最后圣经里面说他第十八节。第十八节，面上不带愁容啦，面上不带愁容啦，哇，舒服晒，舒服啦，依个就系哈拿，这个就是哈拿，依个亦都系我哋妈妈嘅出路啊，这是我们妈妈的出路，唔好再盯住个仔，不要只盯着你的孩子，唔好听住世界嘅声音，不要听世界的声音，我哋先翻去神里面揾我哋嘅价值，我们先回到神里面找我们的价值，望见神我哋就知道。看着神我们就知道，神一定用深深眼望住我噶，神一定用星星眼睛看着我们。我系佢嘅宝贝女，我们是他的宝贝女儿。我嘅好处不在耶和华以外，我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以外。弟兄姊妹，我都曾经怪兽过啊！弟兄姐妹，我都曾经怪兽过。我呢只怪兽咧喺你面前发作过噶，大家有冇印象啊？我这只怪兽在你面前发作过，大家好耐啫嘛，复活节嘅时候。不是很久啊，就在复活节。我好真实噶，系咪？我很真实啊，对不对？啊，我唔会话，我系儿童教会负责噶，我就唔变怪兽噶，我不会说我是儿童教会负责人，我就不变怪兽。因为我都系人啊，我都软弱啊。因为我也是人，我也有软弱。所以喺复活节嘅时候，同大家分享宣音派唔到，首轮派唔到中学，系咪啊？所以在复活节和大家分享宣音派不了，首轮没有派到位。其实嗰阵时嘅我，根本我两个女都系我嘅核心。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我的两个女儿都是我的核心。我好怕女受苦，我很怕我的孩子们受苦。我好想俾最好嘅佢。我很想给他们最好的，所以我同神咧喺度捋啊捋啊捋啊捋。所以我和神在那里求啊求啊求。我祈祷，但系我唔系当神摆第一哦。我虽然祷告，但是我不是将神放在第一。我同祈祷嘅内容都系为咗个女。我祷告的内容都是为了我的女儿。结果当唔得嘅时候，我就崩溃啦。结果当不行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崩溃啊。其实未派位之前，我已经崩溃噶啦。其实还没有派位之前，我都崩溃了。我咧要瞓唔到觉，我睡不了觉，好担心，很担心，系咪真系怪兽咁啊？是不是像怪兽一样？我要我同大家讲，我真系要食中药咧嚟瞓觉。我跟大家说，我真的是有吃中药来睡觉。我袋里面有包叫逍遥散啊！我的袋里面有一包逍遥散。系啊，今咦健邦你笑咁开心做乜嘢啊？健邦笑得这么开心，啲更年期食嗰啲系咪？你明唔明啊？我要咁样嚟让自己冇咁忧愁啊！我需要这样做，才能让自己不用那么忧愁。怪唔怪兽？怪不怪兽？怪兽啊！怪兽啊！我亦都系。四月份的时候，我同大家分享宣恩的一句说话提醒我。我四月份的时候都和大家分享宣恩有一句话来提醒我。神就是神啊，神就是神啊，
佢唔喺依個時間俾依間中學，我唔代表佢唔係神。他不在这个时间给我这间中学，都不代表他不是神。我就系要一生继续跟住我嘅神。我就是要一生来跟着我的神。呢句说话咧，真系击中我。这句话真的击中我。我就好似哈娜咁起身啦。我就好像哈娜一样起身。我去到神嘅面前同神道歉。我去到神的面前跟神道歉。哦，神啊，我点解我咁癫嘅？我跟神。神啊，为什么我这么疯呢？你咁多嘅恩典俾我，我见唔到嘅。你这么多恩典，我竟然看不见。我竟然好似世界一样跌喺呢个漩涡嘅里面，变成怪兽。我竟然好像世界一样跌落这个怪兽的漩涡里面。神啊，我唔要咁啊！神啊，我不要这样。我要揾翻你啊！我要找回你。你睇见我吗？你看见我吗？我有你就够啦。我有你就够了。当我做呢个祷告之后，当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我真系同神讲。宣恩派哪一间中学我都 OK， 我真的跟神说，宣恩派任何一间中学我都 OK， 真系 OK， 真的 OK。我仲手去上网咧，揾咧依个中西区，即系我哋依头嗰啲咧不太好嘅中学我去睇。我甚至上网去看我们中西区 不太好的中学，我都去看。我咧每间中学咧都揾到一个咧依间中学嘅优胜点，好嘅点。我找到每一间中学它的优胜点、好的点。我同神讲，神就算系呢啲，世界嘅名次唔紧要，依间学校你睇下有几多好嘢。我跟神说，就算这些世界的名次不重要，你看他们每一间中学都有自己好的地方。当我咁样去做嘅时候，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当我完全相信神嘅时候，当我完全相信神的时候，我嘅女就变啦。我的女儿就变了。我是一个极度追求完美的怪兽家长来的。我是一个极度追求完美的家长。为什么要这间好的中学，就是我都要我的女儿完美。为什么要这间好的中学，因为我要我女儿也完美。所以呢，宣恩是很害怕的。所以宣恩是很害怕。他是360度扫着我的眼睛 来活动的。啊，是360度找着我的眼的活动。啊，我啲导师咧，嗱喺度笑啦。我的导师们都在笑。阿轩扫住阿妈呢只眼神唔好对路啊，即肃然起敬。所以你对轩英的那个眼神好像不对劲啊。所以当我肯同神讲，我唔怪兽啦，我放松嘅时候。所以当我肯跟神说我不怪兽，我放松的时候，我个女就跟住放松，我女儿就放松。今日去带敬拜系咪带得好好啊？今天他带敬拜是不是带得很好？佢系起嚟救场喎，他起来救场。佢冇以前咁惊，以前佢应该含住眼泪咁样带噶啦。以前他是流着眼泪带的。佢最近嘅改变系点样咧？他最近的改变是怎样咧？佢竟然可以喺地铁嗰度咧喺度敬拜，喺度唱歌，自己喺度跳舞。他竟然可以在地铁上敬拜、跳歌、跳舞、唱歌。以前从来都冇试过。以前从来没有试过。原来当我咁样放松落嚟，我嘅孩子就放松啦。原来当我这样放松下来，我的孩子也放松。我嘅孩子就喜乐啦。我的孩子就喜乐。佢就恐惧离开佢啦。恐惧就离开他啦。唔单止咁样。不单止这样。其实学校冇失落过啊。其实学校没有失落。到教猪派位嘅时候，佢都系派到一间佢心仪嘅最好嘅中学。当抽奖派位的时候，他也抽到了一间心仪的中学。派位的那一天，也有其他的中学陆陆续续打来，我们收了你的女儿。派位之后，也有陆陆续续有很多中学打过来说，我们收了你的女儿。大家看见吗？我自己又问自己，做乜要咁样怪兽呢？我自己问我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怪兽？做乜仲要食逍遥散呢？为什么还要吃逍遥散呢？对正归正去神同埋好地地咯，依就归正神不就好了吗？系啊，原来当我哋咁样归向神嘅时候，原来当我们这样归向神的时候，我哋嘅生命就唔一样啦。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啦。我哋就可以带孩子进入神嘅命定嘅里面。我们就可以带着孩子进入。我哋进入第二点。我们进入第二点。放手给神，让孩子走正路。放手给神，让孩子走正路。好唔好？我哋一齐嚟读哈娜接住会做啲乜嘢，好唔好啊？我们接着来读哈娜会做什么？19-20。19-28。好，我请儿童教会的小朋友、青年牧区的青年人，跟着我们所有大人一起来读，预备，1、2、3。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马，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她丈夫以利加拿说：
就隨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兒子斷了奶，但願耶和華應驗他的話。於是婦人在家裏乳養孩兒子，直到斷了奶。既斷了奶，就把孩子帶上示羅，到了耶和華的殿，又帶了三隻公牛，一衣髮細面，一皮袋酒。那時孩子還小，宰了一隻公牛，就領孩子到以利面前。婦人說：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從前在你這裏站着祈求耶和華的那婦人就是我。我祈求為要得這孩子，耶和華已將我所求的賜給我了，所以我將這孩子歸於耶和華，使他終身歸於耶和華。於是在那裏敬拜耶和華。Amen。 當哈拿歸回去神裡面的時候，当哈拿归回神里面的时候，神真的赐个仔俾佢喎。神真的赐他一个儿子。但系咧，哈拿已经变咗另一个人啦。但是哈拿已经变为另外一个人啦。佢冇咧端住咧呢个 B B 去转。他没有盯着这个 B B 去转。系咪啊？佢冇咧，即系担心呢个 B B 啊，去处理呢个 B B。他不是一直担心这个 B B 啊，去处理这个 B B。佢知道呢个孩子嘅命定。他知道这个孩子的命定。佢知道呢个孩子神嘅心意系乜嘢嘢。他知道这个孩子神的心意是什么。他非常清楚，他非常的清楚。他将一个孩子的名字叫做撒母耳，他将这个孩子的名字改为撒母耳。圣经的原文撒母耳是神听见的意思，圣经的原文撒母耳是神听见的意思。同样哈拿都知道，同样哈拿都知道，神要藉撒母耳给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神要借撒母耳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神在这里，神在这里，神都听见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呼求，神都听到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呼求。因为撒母耳身处的年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因为撒母耳所处的一个年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当时的祭司以利是非常之差的，当其时的祭司以利是非常的差。那两个仔的恶行基本上通国都知道，那两他两个儿子的恶行基本上全国都知道。以色列地是长期被外族 去侵扰的，以色列地长期被外族来侵扰。黑暗的时代，黑暗的时代，神要透过撒母耳再一次告诉以色列人，我在这里，我听见你们的呼求。神要透过撒母耳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在这里，我听见你们的呼求。大家都知道撒母耳之后长大的成就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以后撒母耳长大的成就，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成就呢？但是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成就呢？是因为他妈妈哈拿归正啊。是因为他的妈妈哈拿归正。妈咪知道神对撒母耳的心意。妈妈知道撒母耳，神对撒母耳的心意。他没有死守撒母耳。他没有死守住撒母耳。就当撒母耳断奶的时候。当撒母耳一断奶。断奶真是多大啊？断奶就是多大呢？我比最尽了，好吗？我给最大的期限。四岁。四岁。最尽了，好不好？是不是已经最大了？他就将撒母耳带到去神的殿，他就将撒母耳带到神的殿，将撒母耳交给以利哦，将撒母耳交给以利哦，这个老眼昏花，这个老眼昏花，是不是啊？就将撒母耳这样交给神，就将撒母耳这样交给神。哈拿不是狠心，哈拿不是狠心，而是哈拿信得过神，而是哈拿信得过神。见到这个妈妈和神的关系多深吗？看见这个妈妈跟神的关系多深呢？我知道神你的心意，我知道神的心意，我信得过你，我信得过你。你既然要兴起我的孩子，你既然要兴起我的孩子，你就包到底，你就包到底。就算这个环境可能很差，就算环境很差，但是我的孩子在神你的手里面，你一定会让他安然无恙长大。但是我的孩子在神的手里面，你一定会让他安然无恙长大。可能会经历一些苦，可能会经历一些苦。以利应该凑不到个仔多少的了，以利应该照顾不了这个孩子多少，但是 OK， 但是没有问题。神我知道，神我知道，受苦对他没坏的，一定对他最好的。愁苦对他没有害处，一定对他最好。你一定包佢包到底，你一定为他包底，佢一定唔会饿死噶，他一定不会饿死。呢个就系哈拿嘅信心，这就是哈拿的信心。所以一断奶，所以一断奶，哈拿就摆佢喺神嘅殿嘅里面，哈拿就把他放在神的殿里面，让佢终日连结于神，让他终日连结于神。因为知道呢个孩子嘅任务大，因为知道这个孩子的任务大，就有撒母耳，
就有撒母耳，接住我哋先至会有大卫王，系咪啊？接下来我们才会有大卫王。所以哈拿呢一个嘅信心嘅举动，所以哈拿这个信心的举动，都对我哋每一个妈妈讲啊，都对我们每一个妈妈讲。原来我哋同神嘅连结够深嘅时候，当我们和神的连接够深的时候，我哋第一步嘅，我哋要带我哋嘅孩子连结神。第一步，我们要带我们的孩子连接神。哈拿就是这样将撒母耳和神连接，哈拿就是这样子将撒母耳和神连接。可能大家说，迪迦姨姨，我非常赞成的，我第一时间就将我的孩子带来儿童教会给你。可能大家会说，我很赞成啊，我第一时间就将我的孩子带来儿童教会给你，带去青年牧区给珊姐姐，带去青年牧区给珊姐姐。OK 的，我每个礼拜都有这样做啊。OK 啊，我每个星期都这样做啊。哈拿都是这样嘛，哈拿也是这样啊。嗱，以利分花你冇分花，虽然你有老花。以利分花，你没有分花，你只是老花。但我想告诉家长不够啊。但是我想告诉家长，这不够。哈拿摆低撒母耳是24小时的。哈拿放下撒母耳是24小时。可能你哋就诶，咁交俾牧师24小时啊。可能你们会说，那跟着牧师也24小时啊。但系咧，你知唔知以色列人系点睇啊？但是你知唔知道以色列人怎么看呢？以色列人呢，父母当佢一做父母嘅时候，以色列人当他们一做父母的时候，佢就知道佢哋接咗一个神圣嘅任务。他们就知道他们接受了一个神圣的任务。呢个神圣嘅任务系教养佢嘅孩子。这个神圣的任务就是教养孩子。他们视为神圣的任务，他们视为神圣的任务，他们视为神亲手给他的工作，他们视为这是神亲手给他的工作。所以他们会怎样呢？所以他们会怎样呢？他们会父母一齐来教，绝不假手于人。所以他们会父母一起来教导，绝不假手于人。爸爸在屋企的角色是祭司，爸爸在家里的角色是祭司，教神的律例典章和敬畏神，教导神的律例典章和敬畏神。妈妈呢？妈妈呢？妈妈不是厨师啊，妈妈不是厨师，妈妈是牧师，妈妈是牧师，是照顾孩子的心灵，是照顾孩子的心灵，教他的品格，教导他的品格，活出神的样式在我们的孩子的里面，活出神的样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孩子能不能够连起神24小时，不是靠迪迦姨姨、珊姐姐或者阿丁诺牧师。所以孩子能不能够24小时连于人、连于神，不是靠迪迦姨姨啊、珊姐姐或者阿丁牧师，是靠每一个父母啊，是靠每一个父母。好唔好？我哋自己作父母嘅拍拍心口，同自己讲：我个仔24小时连于神系靠我，好不好？我们每个父母拍着自己的胸口说：我的孩子能够24小时连于神，是靠我们自己。因为佢望住你哋嘅一举一动噶，因为他们看着你们的一举一动。咪咪姨姨嘅改变，其实唔系阿仔唔系。即係嗰啲叮咁樣去變咗嘅，係因為孩子見到佢改變。咪咪姨的改變不是孩子叮的一下改變，而是看着咪咪姨的改變。見到媽咪咁樣安全感，我都可以啊！看見媽媽這樣子有安全感，她也可以。媽咪咁樣敬畏神，我都可以啊！媽媽這樣敬畏神，我也可以。呢個就係聖經裡面箴言22:6裡面所講，你一齊嚟讀好唔好啊？預備，1、2、3。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原来这个就是真正的教养。所以原来这个就是真正的教养，使他走神的道路，使他走神的道路。听住，我的道路是神的道路，这个道路是神的道路，不是你预备给他的道路，不是你预备给他的道路。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将他连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将他连在神的里面。不连在神怎么行呢？没得行，是吧？不连在神里面怎么走呢？没得走。第二步是什么啊？第二步是什么呢？给他行神的道路，给他走神的道路，给他行神预备给他的道路，给他走神预备给他的道路。但是对妈妈来说的时候，我们怪兽的时候很难的。但是对于我们妈妈来讲，怪兽的时候很难的。哈，梗系最好噶啦，系嘛？世界最好噶啦，系嘛？世界当然最好的啦。但系你知唔知塔木德有一句咁讲哦？但是你知唔知塔木德有一句？塔木德系犹太人咧，即系嘅智慧嘅萃取嘅语言。塔木德是犹太萃取的智慧的语言。里面可以讲话，如果孩子拥有做面包师傅嘅天分，就唔好要求佢去做医生，因为咁样毁坏咗神嘅计划。里面有一句说，如果孩子拥有做面包师傅的天分，就不要要求他去当医生，这是毁坏了神的计划。有冇见到啊？有没有看见？我哋梗系想去做医生啦。我们当然希望他做医生啦。但神定去做面包师傅，我哋就能唔能够甘心乐意从面包师傅嘅路向培养佢咧？
但是如果神让他做面包师傅，那我们是否就甘心乐意的去培养他做面包师傅呢？早两天我同一个组员倾偈，早两天我跟一个组员来聊天，我好欣赏佢啊，我很欣赏他。佢咧个仔升五年班，他的儿子升五年班，佢走嚟同我讲：迪嘉，哎呀，我个仔咧啲学术真系我搞唔掂，人哋一个钟头学识嘅嘢，佢用五个钟头都未必搞得掂。他说我的儿子真的学术搞不定，别人要学，一个钟的，他要花五个小时来学习。啊，但系咧，我发现咧，佢对机械好犀利啊，佢啲手作咧好厉害啊。但是我发现他机械方面很厉害，他的手作很厉害。啊，俾一包嗰啲机械人佢咧，冇说明书，啪啪啪咁啊砌咗出嚟咯。给一包那些机械的东西给他，没有说明书，他都很快啪啪啪的砌出来了。所以我决定咗啦。所以我决定啦。啊！佢預備升中啦，他現在預備升中，我要揾一間校風好嘅職業先收俾佢。我要找一間校風好的職業學校收他，前唔前衛啊？呢個諗法，這個想法全不前衛啊？合唔合乎聖經啊？合不合乎聖經？但係咁佢咁樣做唔係代表咧，佢就放棄學術。但是他这样做不是放弃了学术。我知道咧，佢都好极力、好极力嚟帮佢个仔咧搞掂啲中英数。我知道他都很极力地帮助他的孩子去搞定这些中英数。只系佢见到神俾佢嘅孩子嘅恩赐，只是他看见神给他孩子的恩赐，就去发展佢嘅恩赐，就去发展他的恩赐。妈妈们，我哋有冇依一个嘅胸襟咧？妈妈们，我们有没有这一个胸襟呢？我哋真系唔好落喺世界嘅框嘅里面啊！我们真的不要落入世界的框框里面。我哋要连结于神，然后我哋就带孩子行喺神嘅里面啊！我们要连接于神，就将孩子带入神里面。呢个叫正，这个叫正，归正，归正系我哋妈妈要做嘅事情啊！是我们妈妈们要做的。啊，讲到嚟呢度。讲到这里，爸爸好似好开心喎、啊。爸爸好像很开心。老婆做嘅，我唔使做啦。我终于不用做啦。嗱，老婆你归正就得啦。嗱，太太你归正就可以了。你唔怪兽就得啦。你不怪兽就可以啦。我就好轻松啦。我就很轻松。系咪咁咧？是不是这样咧？点解哈拿可以归正？点解哈拿可以帮撒母耳做一个咁样嘅人生决定咧？为什么哈拿可以归正？为什么哈拿可以为撒母耳做一个这样的人生决定呢？我哋好快落到第三点。我们很快去到第三点。夫妻同心。齐归正，夫妻同心齐归正。哈拿有一个好老公，哈拿有一个好老公。以利加拿非常爱哈拿，以利加拿非常爱哈拿。我哋一路读经文，我哋就见到啦，系咪啊？我们一直读经文，我爱你啊，系咪啊？我爱你啊！吓、啊，有我唔系胜过十个仔咩？有我不是胜过十个儿子吗？唔单止爱，不单止爱，以利加拿更加支持哈拿嘅所有决定。以利加拿更加支持哈拿的所有的决定。当哈拿决定要咁样同神许愿献个仔上去殿嘅当中嘅时候，当哈拿决定这样许愿，将哈去神的殿里面许愿的时候，21节，以利加拿视哈拿嘅愿为乜嘢咧？以利加拿视哈拿的愿是什么咧？我嚟睇英文。我们看英文。当以利加拿去还愿的时候，其实就是还紧哈拿的愿。当以利加拿去还愿，就是还哈拿的愿。但系佢讲系 his 啊。但是他讲是 his 啊 ，his。佢当哈拿的愿系佢自己的愿嚟献啊。他当哈拿的愿是自己的愿。太太决定，佢就阿门赞成。太太决定了，他就阿门就赞成，并且视为自己的，并且视为自己唔系哈拿噶，不是哈拿的。唔单止咁，23节，不单止这样，23节。当哈拿决定将阿撒母耳永远摆喺殿里面嘅时候，当哈拿决定将撒母耳永远放在殿里面的时候，以利加拿冇 A 一句，以利加拿没有冇反对一句，没有反对，佢就讲乜嘢啊？就随你的意行吧。他就讲就随你的意行吧。一个咁大胆的决定，个老公话好啊，随你，你话乜就乜。一个这么大胆的决定，但是老公说就随你呀、啊，你说怎样就怎样。呢、这个就是611里面所讲的真男人。这就是611所讲的真男人。我知道很多男人都不好受得了，话太太永远没有错，有错都是我睇错啊！呢句说话系咪？我知道很多男人都接受不了，就是太太没有错，有错就是我的错这一句。其实呢句说话的核心是乜嘢啊？其实这句话的核心是什么呢？我承担我太太的所有嘢，就是我承担我太太的所有事。太太你的决定我支持，太太你的决定我支持。你知唔知当咁样一支持嘅时候，神就加力噶啦？你知唔知道当这样一支持的时候，神就加力？神就包底噶啦？神就包底。我哋夫妻系咪咁样合一咧？我们的夫妻是不是这样合一？原来有个咁样个老公，哈拿就好有底
底气啦，系咪啊？原来有一个这样的老公，哈拿就很有底气啦。就唔怪兽啦，系咪啊？就不再怪兽啦，对不对？好不好？我哋而家太太们去拍拍我哋隔篱嘅老公，好不好？我们太太们就拍拍我们旁边的老公，俾底气我啊，给我底气。俾底氣我變翻個人啊！給我底氣變回一個人。幸福太太、幸福家庭係爸爸俾出嚟㗎，阿門。幸福太太、幸福家庭是爸爸給出來的，阿門。所以我哋要起嚟同心合意一齊歸正。所以我們要起來同心合意一起歸正。爸爸你先回家。爸爸你先回家。你有。就俾到底氣我嚟太太歸正，你有就能夠給我們太太底氣來歸正。我哋孩子就會變成乜嘢啊？我們的孩子就會變成什麼咧？今日嘅主題色，今天的主題色，幸福小寶寶，幸福小寶寶。原來喺我哋嘅裏面啊！原來在我們的裡面。好唔好？我哋一齊嚟起身啦！我們一起起立。我哋用呢一首回應歌嚟同神講。我們用這首回應歌來跟神說。神啊，我哋。夫妇要同心归向你，神啊，我们夫妇要同心归向你，唔落喺世界嘅牢笼嘅里面，不落在世界的牢笼里面，唔去眼睛盯住世界，盯住孩子，不是是眼睛盯着世界，盯着孩子，而系转向你，而是转向你，看见你，看见你，你系万军嘅耶和华，你是万军的耶和华，你看见我就够啦，你看见我就够啦，我哋一齐嚟回应，我们一起来回应。在主里归正，定睛看见神，在主里归正，全心依靠神，完全交给神，定睛谦卑回转，相信神。主啊，主啊，你是万军之耶和华，愿你垂听顾念我，使我在你里面不变你旨意。主啊，你是万军之耶和华，求你改变帮助我，成为你所喜悦和你心意的儿女。眼目转向神，在主里归正，定睛看见神，在主里全心依靠神，完全交给神，定义谦卑回转，问心神，眼目转向神，在主里归正，定睛看见神，在主里归正，全心神，完全交给神，定义谦卑回转，相信神。在这里呢，我好想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很想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相信主的，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的，但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一个受苦的当中，但是你自己知道自己在一个愁苦当中，就好像当初的哈拿一样，就好像当初的哈拿一样，被世界的声音价值观令到你没了自己，被世界的声音世界的价值观搞得你没有了自己，落在一个真的痛苦的里面，落在一个痛苦的里面。今天好想邀请你，我今天很想邀请你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来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就好像哈拿一样，当他寻求神的时候，就好像哈拿一样，当他寻求神的时候，神就给他寻见，神就给他寻见，神就让各样的丰富美善喜乐充满他，神就让各样的丰富美善喜乐充满他。神是好神，神是好神。好不好？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好不好？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你仲未认识主，你还没有认识主，未决志相信主嘅，没有决志相信主的，我邀请你，我邀请你，又或者，
又或者你决志的时候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之前，其实期间你已经很久没回教会，或者你决志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教会了，已经将神忘记了，你已经将神忘记了，我都邀请你再一次祷告，将耶稣接入你的心里面，再一次祷告将耶稣接入你的心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的可以轻轻举高手，我们要为你来到祷告，有的可以轻轻举起手，我们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呢？有没有？好吗？我们一起来跟着线上的弟兄姊妹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跟着线上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一起来做这个祷告，将耶稣接在心里面，将耶稣接在心里面。主耶稣，主耶稣，多谢你，感谢你，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帮助我，帮助我从受苦里面，从愁苦里面，从困难的里面，从困难的里面走出你，走出来。主啊，我承认，主啊，我承认我犯好多的罪得罪你，我犯很多的罪得罪你，但是今日，但是今天我愿意回转，我愿意回转，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听我的祷告，祷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义求，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姐妹请坐。多谢迪加依依给我们的分享，感谢迪加依依给我们的分享。其实我们听迪加依依的这个的信息，其实我们听迪加依依这个信息，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个感觉，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个感觉，其实我都不想怪兽的，其实我都不想怪兽啊。但是怎样才可以，即是不做这个怪兽家长，你说容不容易呢？但是不做这个怪兽家长，你说容不容易呢？坦白说一点都不容易，坦白说一点都不容易。我今天都要承认，我今天都要承认，我都是怪兽爸爸，我都是怪兽爸爸，我都是一样会真的很怎样说，就是很看重孩子，我都会一样很看重孩子，很看重他的需要，很看重他的需要。一听到隔离房有什么声音出，我就会第一时间弹出来，有什么要帮手、啊、一听见旁边房间有一些什么声音，我就马上弹出来，有什么需要帮忙。他一遇到少少困难，我马上帮他解决，他一碰到一点点的困难，我马上就帮他解决。难道这样不是好爸爸吗？难道这样不是好爸爸吗？但问题就是，但是问题就是出手太快，出手太快，太怪兽了，太怪兽了，所以他不会学得懂怎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不会学习怎样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没有尝试错的空间，他没有能够尝试错的空间，因为隔离那个爸爸嘣一声就跳出来解决问题了，因为旁边的爸爸嘣一声就跑出来解决问题了。这样是其实不好的，这样其实是不好。张牧师提醒我，张牧师提醒我，阿迪诺，如果你再这样出手，他说阿迪诺牧师，你再这样出手，你的孩子就不会好像你一样那么强，他说你的孩子就不会像你一样这么强，没有你那种的毅力，没有你那种毅力，没有你那种不放弃打不死的精神，没有你那种不放弃打不死的精神，你打造了一个温室困住了他，你打造了一个温室困住他，所以我要悔改，所以我要悔改，我都要不再做怪兽爸爸，我都要不再做怪兽爸爸，给更多的空间给他，给他更多空间，犯错就犯错咯，犯错就犯错啊，让他自己跟随神，让他自己跟随神，神要成为他的神，神要成为他的神，神不是他爸爸的神，神不只是他爸爸的神，神是他自己的神，神是他自己的神。所以我归纳了迪加依依这篇讲道，所以我归纳了迪加依依的这篇讲道，归正四部曲，归正的四部曲，我们要有四个步骤让我们的生命归正过来，我们要有四个步骤让我们的生命归正起来。第一就是起来祷告回到圣殿，第一就是起来祷告回到圣殿。哈拿的第一步就是他起来，哈娜的第一步就是他起来，这个起来就是脱离那个的环境，脱离那个的世界给他的声音的影响力，这个起来就是脱离环境，脱离世界给他的声音。比利娜，你不用再说这些了，我不听，我要听听神的。比利娜，你不要再讲这些东西了，我不听，我要听神的。所以他起来祷告，他回到圣殿的里面，所以他起来祷告，他回到圣殿里面，回到神的同在的里面，回到神的同在里面，离开世界的声音，离开世界的声音，听神的声音，听神的声音。这个是第一步，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重整价值，不再受苦。第二步就是重整价值，不再愁苦。他一回到神的同在里面，他一回到神的同在里面，他一去祷告的时候，他一去祷告的时候，他所看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他所看的东西就不再一样。原来我的神是万军的耶和华，原来我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号就在这一章这一节第一次出现在整本圣经的里面，这个名号就在这一章这一节第一次出现在整本圣经里面。哈拿看见神是最终极的那一位的神，
哈拿看见神是最终极的那一位神。我的价值不在乎我有没有儿女，我的价值不在乎我有没有儿女，我的价值在乎我是神的女儿，我的价值在乎我是神的女儿。所以有孩子没有孩子已经不再愁苦了，所以有没有孩子已经不再愁苦了，他自由了，他自由了，不再被有没有孩子来困住他自己了，不再被有没有孩子来困住自己。当你自由的时候，当你自由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你的人生就不再一样，你的眼界就不一样，你的眼界也不一样。这个就是归正，这就是归正。今天我们不单止在孩子上没有自由，今天我们不单只是在孩子上面没自由，其实我们追求名与利都是一样，它就成为我们的捆绑，让我们人生没有自由。其实我们追求名利都是一样的捆绑我们，让我们没有自由。好像我们的价值就是在我们的事业上面，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孩子身上体现，好像我们的价值就是在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孩子身上体现。但我们要重整这个价值，但是我们要重整这个价值，使我们生命归正，使我们的生命归正。第三步，第三步，献上最爱，交出主权。献上最爱，交出主权。他最爱的其实是孩子，他所最爱的就是孩子。但当他眼目归正之后，但是当他眼目归正之后，他将孩子献上，他将孩子献上，孩子不再是他的最爱，孩子不再是他的最爱，他可以将这个主权交出来，他可以将主权交出来。今天我们最爱的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最爱又是什么呢？除了孩子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除了孩子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都需要将这个主权交出来。我们都需要将这些主权来交出来。因为如果不交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被这些东西捆绑住。因为我们不交出来，我们就会被这些东西所捆绑。但当我们将它交给神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将它交给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没有失去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反而不会失去这些东西。是倒过来，这些东西不是捆绑我们，而是由我们来去指挥支配。反过来，这些东西不再捆绑我们，反而我们去支配这些东西。他就不是骑在我们的头上，他就不是骑在我们头上，而是真真正正的伏在我们的下面，属于我们，而是真真正正的伏在我们下面，属于我们。第四步，第四步，放手前路，任神去带领。放手前路，让神带领。哈拿将佢嘅儿子交喺神嘅手中，哈拿将他的孩子放在神的手中，让神嚟到去带领佢，让神来带领他，就好似迪加伊所讲嘅，就像迪加伊所讲的，要神嘅心意成就喺孩子嘅身上，让神的心意成就在孩子的身上。如果你让哈拿拣，可能哈拿都系希望撒母耳做医生。如果你让哈拿来选择，他可能都希望撒母耳做医生，撒母耳做族长，撒母耳做族长。但是神的心意，撒母耳要起来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但是神的心意是要让撒母耳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作为以色列的先知，做以色列的先知，作神的祭司，做神的祭司。哈拿放手，哈拿放手，不是要成就我的梦想，不是要成就我的梦想，乃是成就神你的梦想，乃是成就神你的梦想。我们的孩子的人生就不一样，我们孩子的人生就不再一样。所以最后你会看见，所以最后你会看见，如果哈拿没有归正，如果哈拿没有归正，哈拿就不会有儿子，哈拿就不会有儿子。如果哈拿没有放手，如果哈拿没有放手，世界就没有撒母耳，世界就没有撒母耳。你想你的孩子，你想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是你心目中的孩子，还是神心目中的孩子？是你心目中的孩子，还是神心目中的孩子？我们要学习放手，我们要学习放手，我们要走这四部曲，我们要走这四部曲，让我们的生命得自由，让我们的生命得自由，让我们的孩子发挥，让我们的孩子发挥，被建造，被建造，成为这个世代的撒母耳，成为这个世代的撒母耳。这个才是真正的归正，这才是真正的归正。归正不是我们从此就不理这个小孩，归正不是我们从此就不再理这个孩子，而是在神的里面按神的心意来带领他，而是在神的里面按神的心意来带领他。你可能都会做 portfolio 的，你可能都会做 portfolio 的，不过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不过你的心态就不再一样。不是因为压力所以我要做，不是因为压力我去做，不是因为哪间学校要求所以我要做，不是因为那个学校要要求我才这样做，而是我们有一份的自由在神的里面去领受，而是我们在神的里面去做，好自由咁去领受神呢个孩子，我要写乜嘢落去咧？很自由地去领受神这个孩子要写什么进去呢？喜乐咁去做，喜乐地去做，为着神去做，为了神而去做，为着孩子行神嘅心意嚟去做，为着神孩子走神的心意来做。你就唔系被佢捆绑，而系你有嗰份自由。你就不是在被捆绑，而是有自由。
这个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这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在心里面祷告，我们一起在心里面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走这个归正的道路，求神带领我们走这个归正的路，求神释放我们进入这份自由的里面，求神释放我们进入这份自由的里面，我们不再做怪兽，我们不再做怪兽，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做神的儿女。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些地方还未曾归正，你还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归正，你还在一个怪兽的当中，你还在一个怪兽的当中，求圣灵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起来走这四部曲，让我们起来走这四部曲，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进入自由丰盛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进入真正的自由和丰盛里面。当你将你的孩子，当你将你心里面最爱的献给神的时候，当你将你的孩子，当你将你的最爱交给神的时候，神必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在你的怀中，神必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在你的怀中，就好像亚伯拉罕献上他的以撒，就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神就让他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里的沙一样的众多，神就让他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里的沙一样多。亚伯拉罕不单止没有失去以撒，亚伯拉罕不单止没有失去以撒，反而得着以撒，反而得着以撒，得着更多的子孙，得着更多的子孙。凡是为神摆上的，凡是为神摆上的，神必定加倍的报答，神必加倍的报答。这个也是我们的自由，这也是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献上给神，因为我们献上给神，神就会持守到底，神就会持守到底，让神成为我们儿女的神，让神成为我们儿女的神，让儿女成为我们的儿女，让儿女成为我们的儿女，儿女不是我们的神，儿女不是我们的神，儿女不是我们人生最终极的目标，儿女不是我们人生最终极的目标，神才是，神才是。如果我们将儿女放得太高，如果我们将儿女放得太高，我们的儿女会失去神，我们的儿女会失去神，但我们将神放在最高，但是我们将神放在最高，我们的儿女会得着神，我们的儿女会得着神，神也得着我们的儿女，神也得着我们的儿女，这个才是最大的祝福，这才是最大的祝福。好不好我们一起举起手，好吧我们一起举起手，领受祝福，领受祝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眼目打开，眼目打开，行归正的四部曲，走归正的四部曲。当我们归正的时候，当我们归正的时候，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喜乐，喜乐，平安，平安，自由，自由，都要大大的充充足足的临到你的生命的当中，都要大大的充充足足的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主我们多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我们将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感谢主，我们将最大掌声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今天崇拜就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今天崇拜就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的粉红猪猪一起拍下照，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的粉红猪猪拍照。主祝福大家，阿门。愿主祝福大家，阿门。坐姿也不用怕，有家
为我遮风挡雨，就算经历一切幻变，有主的爱充满我心田，有你常在我身边。大家睇紧嘅系新锐六一一灵粮堂。You are now watching New Crop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如果你有感动，用奉献支持我哋教会。If you want to support our church through offering, 欢迎你将奉献直接存入中国银行户口。Please send your offering directly to our Bank of China account. 支票抬头系新锐六一一灵粮堂有限公司。The beneficial name for the check is New Crop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Limited. 请你将收据 email 到以下的电邮信箱。Please send your receipt to the following email address. 如果你想更认识耶稣，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Jesus more, 或者有需要我们为你代祷的话， or if we want us to pray for you, 欢迎用 email 或者电话联络我们。Welcome you to contact us through email or telephone. 祝福你。Bless you.衷心欢迎你来新锐这个